全自动真空覆膜机使用视频。好，覆膜机操作面板，就是仪表面板介绍。三项电流表用于检测加热电流是否正常，辅助加热、主加热。慢了。打开主加热，三项电流。三项电流应均衡，如出现缺项应检查。辅助加热，控制温度调节。急停按钮，设备用于急停，紧急停车。电压指示，接入电压指示。自动手动选择，现在是手动中间位置，自动位置。真空机开关，打开真空机，气压抽负压，三秒以内负压表指针应向上移动，如表针不动应立即停机，调节电源进线相续，防止真空泵爆死。绿色的为上线，红色的为下线，黑色指针到上线停止，到下线启动。一般的。正常情况下，绿色指针调到0.09，负的0.09，红色指针调到负的0.08。进台控制，出台控制，手动抽真空。左右台选择，当红色指针指到左侧为左侧工作台，指到右侧为右侧工作台。正压输入用于硅胶板，硅胶板使用的时候对硅胶板进行充气，空气开关。这空气开关是每个工作台针对每个工作台。空气开关。先进行手动操作演示。选择手动，手动灯亮。选择右台，右台灯亮，达到设定温度，真空泵达到真空度，按进台，右侧工作台进台进入加热，时间到，开关真空吸附，进行覆膜。然后真空常开，进行吸附。到加热稳固时间到以后，按出台。我的天！降接球这是两端的点雾灯加热，
是两头的，用于温度补偿。这是的左边的，这边是右边的。这是假的。进行自动操作，将选择打到自动。第一个实验计算器是加热时间，第二个是吸真空的时间，第三个是出台时间。那么长。第三个实验计算器要比第二个实验计算器短15秒至20秒。第一个。配电箱打开后门，电源接线处 UVW 三样火线最里侧是零线。实验计算器为西部四柱调节，旋转顺时针旋转次数增加，逆时针旋转次数减少。一般设定在哪？一边设定到16。此为自动时真空吸附的时间，此为这些自动时真空吸附间隔时间，一边调节到4，下边调节到0.5。打到自动，压力为设定值，温度为设定值，按进台。进台时间计算器亮，现在是加热时间。时间到以后，会自动吸气进行吸膜。现在进行吸膜操作。
哎，姐妹，可以过来帮忙。是。难度不够啊。那赶紧把这个交去了。一套双加温全自动真空覆膜机，加长型手拉工作台，半自动。
加热打开，选择右侧阀门。加热哪个加热？自动熄火，达到自动，然后按进台，选择右键。时间到后会自动出台。信号很到位，啊，信号非常到位，周边特别很好，信号很好，几乎完成，可以收，这样就可以收工件了，好，几乎完成，我拿走了，干吧，嗯，干好，不去了。